中佐军，你是这老小子，听说你在这儿演练炮打飞人，他说他愿意帮忙做你的下手。太君，你还敢来？哎，不，可没那个意思啊，我是想给太君帮忙。帮我什么？哎，我是不想再弄出那么多的冤死鬼来。太君，这，你懂得武功吗？我练过几年。 太君让你上去呢，还手啊！哎，你他妈傻呀！太君让你打他，你把他打趴下，他才高兴呢。打！别动！ 行啊，好。如果让我今天晚上演出成功，我让你父女团聚。还不赶快谢谢太君！哎，谢谢太君，谢谢太君。这两天啊，警方队的确抓一些人，啊，不过都送到宪兵队去了。你要早来两天就好。 要是再砸闷这儿，花点钱人就放。现在都送到宪兵队去了，这人呢就不好往外捞了。哎，小广东在队上的时候，我们官员就不错。你是小广东的朋友，提前就见外。哎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这俩钱儿算给老总买包烟抽。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！哎，瑞宝，被抓的人都在这上面，你看看有没有你家亲戚？邓政委这个亲戚有麻烦了，到了禁卫那就是进了阎王殿呢。没有。 那也可能是别人家抓的。自从接任国炸了军火库，这唐山的军警宪特，各家都在抓人。啊，那我再到别的家去试试运气。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。来来来来来来。 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先生，大家好，我是日本皇军驻唐山宪兵队队长，精卫荣一。今天我要为大家表演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，有请。再请我的助手。当我的助手现在被抬到大炮里面的时候。 大家都非常替他紧张，过一会儿，他就会从大炮飞出来。不过我这个外甥，倒会点武艺，哎，你要见着他，可以跟他切磋切磋。有办法了，炮打飞人，现在开始。
要想办法先混进监狱去。怎么没看到禁卫军？他在为司令官阁下准备节目。哦，哎，我听说他的魔术得到过西洋人的真传。我不大懂魔术，不过今天晚上司令官阁下就可以看到禁卫中佐的表演。哦。把你的台上的位置啊让给我。为啥呀？哎，那我先去准备一下。好。到了没有？我问过旅馆的人了，说他中午吃完饭就出去了。去哪呢？不知道啊。今天晚上寺内大将就会看我的演出，没有助手我怎么表演啊？我已经安排人到处去找了。我不管你，你必须把我的助手找过来。嗨，太君，太君，哎，他妈！哎呦，今天你去哪儿了？哎呦呦呦，太君，太君，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昨天晚上走夜路没小心摔了一跤，脱臼了，疼死我了都。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真的。啊哎呦哎呀哎呀！你轻点不行啊？停！哎，不管你怎样，今天晚上一定要给我带一个助手到这里。哎，各位看官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有钱的给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看看我们富二爷给大家欢迎一段。哎，来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刷板的，你会不会翻跟头啊？这刷板是外役的，那能还不会？得了，就是你，走，跟我走一趟。哎，你先把这给他。别动手，钟佐君，钟佐君，说，钟佐君，这人实在是不好找，我就只好找他来给你做替代品。嗯，
我看情。手，就是他，把他装到大炮里。大副，给我来份虾饺，这不先给你吧？这不是其他客人先预定好的吗？没事儿，客人啊正划拳呢，也顾不上吃，省得你回去晚了，你呀又挨鞭子。打包水饺，这份是给包间的客人送去的。大郎，那个我让后厨马上给他做。不是姑，客人正划拳呢。听我的，总有个先来后到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我不着急，不着急。那行。大郎，坐一会儿，我叫后厨马上给你做啊。好，行。小广东啊。警防队一共配备了多少把短枪啊？小队长以上人手一把，再加上太子队长的卫士班，大概六七十把。都啥型号？一般都是一些二把盒子了，当然也有一些撸子。王八盒子有吗？没有啦，那种破枪啊，日本子看得比什么都金贵，他一般都不给我们中国人发的。那你那三把王八盒子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我那三把黑市上买的啦。莫西莫西，小野君，刚刚得到情报，杰定国去的天津。他们去干什么？据说，是陪他老婆去看病。他们一共几个人？因为是私事，所以只有他们夫妻二人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。莫西莫西。给我接宪兵司令部。现在我要表演这个节目的名称叫《一刀两断》，因为接下来我会把这个抗日分子切开两边，一刀两断，身首异处。
各位观众，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。这个节目的名称叫《炮打飞人》，请。怎么回事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混蛋！バカ野郎、可以だろう。この球場に球体を玩机させるか？混蛋！你是不是故意想让近卫中佐出丑啊？不敢，不敢。なんでお前の靴は？司令官的口风那个还有个，那你为什么把你的臭鞋掉到司令官的茶杯里啊？一时失手。失脚，失脚。那你胡说，排练的时候你怎么没出过错啊？那么多当官的，我看着有点害怕。大意，この人悪い人だ。再速逮捕してやれ。口开现在。哎呀喽。我把让你出手的那个家伙关起来了。可能你对变魔术的人不是太了解，对魔术你也不感兴趣，哪怕最高明的魔术师也会有失手的时候。我相信刚才他不是故意让我出丑的，可能是一时的紧张。哦，还有赵国庄方面发来情报说接正国去了天津，这是电话记录。马上通知天津宪兵队，队友说唐山口音的夫妻严加审查。嗨，姐，你是我的妻哎，陈哥哥，你是我的夫哎。嘿，安静！舅舅姓邓啊，天下姓邓的多了，也不知道你认识那姓邓的是不是我舅舅。我认识那个姓邓的是河北保定，爱唱京剧。你好，同志。沈兄弟，我听你舅舅说你还练过武功。在家的时候练过三年童子功，那就省事儿了。谢军，周大阁下，天津方面有什么消息？我们已经抓了17对来自天津的夫妻，经过审讯，都不是接诊国。
哦，对了，还有一名警方队抓来的嫌疑犯，说要自首。什么罪名？伪造良民证。把他带来。嗨。哎，那杰振国现在有没有消息啊？太君，我承认我是一时糊涂，我就是想赶紧到关外挣点钱，这我是怕回家办这良民证太耽误时间，所以我就在天津黑市上买了一张。你的那个良民证在黑市场在哪买的？劝业场附近。你说你挣钱，在关外挣什么钱？你干什么？小的是变戏法的，这不满洲国要国庆吗？我是想着去关外凑个热闹，挣点钱养家糊口。变戏法？你的功夫怎么样？还行。炮打飞人，有没有听说过？听说过，但没玩过。跟我来。你要抓住吊环吗？你就我不是没玩过吗？我多练两次，下回就好了。我看这样吧，多给他练习三天。我跟你说，你演出成功，我放你走。真的？那我现在就练去啊。中佐阁下，小林旅团长让你过去。旅团长阁下，近卫中佐，在忙什么呢？还在排练炮打飞人。怎么还想让司令官阁下浪费一条手帕？我保证这次肯定不会。那么近卫中佐就打算专心做你的魔术大师吗？我正想向旅团长报告，在我练习魔术的同时，也正在草拟一个可以把杰建国的特务大队引诱聚歼的计划。哦，聚歼的地点就在天津。我在赵各庄的情报员说，杰建国去了天津。同样的情报我也听说了，据说是带妻子去天津看病，对吗？有时候听来的消息跟事实的内容不一定是一样的。又是你的魔术理论，那你还让天津的宪兵队兴师动众，抓了那么多讲唐山话的夫妻？一来杰建国是心腹大患，我不敢掉以轻心，即便只有1%的把握，我也会付出100%的努力。二来，这只是我的连环计的开始。不管杰振国是不是真的去了天津，他如此声张，一定是在想掩饰什么。我们不管他掩饰什么，在遮掩我们的耳目的同时，也遮掩他的同伙的耳目。我的时间有限，
请讲你的具体计划。我会请天津的报纸公开宣布杰振国已经在天津落网。你是想引诱杰振国的同伙去天津营救杰振国，然后伺机一网打尽？所以我向吕团长请求，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让我去天津走一趟，但是必须要在司内司令离开唐山之后。我知道了，接风演出上出了意外。你是想在送别演出中找回面子，对吧？已经打赏了，同意我配合他演出。我教你两手，算是临时抱佛脚了，不过也够用。哎，干什么？啊！真棒啊！还有没有？再给我说说。哎呦，哪儿藏的是？没想到你居然自作主张在我的表演当中锦上添花，蛮精彩的。这不是太君的事儿吗？那小的必须得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给办好。那鸽子就是锦上添花。锦上添花，梁明正。你啊，叫什么名？哎，小的叫沈龙，沈就是那三点水的沈，龙是大。小龙的龙。这就是你的良民证。我告诉你，要做一个真正的良民，遵守法律，以后不能再走捷径。哎，知道。金方尉官，带他去照个相，贴上照片以后，你以后就可以安全进入满洲。谢，哎，谢谢太君。那我去了。谢谢。别握手了，快走。和服了没有？没有看到。小范儿，哎，
来了来了，先生。你看见我那件和服了没有？哦，是不是那件日本长袍啊？我怕生虫，就拿到阳光底去晒了。快给我拿来。哦哦。你去天津要出席宴会吗？不是。近卫中佐的为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是最讨厌应酬和宴请了。那你为什么要带和服？天津方面抓住了杰振国，说不定华北方面军会搞庆祝活动，我得备上点。杰振国让天津方面抓住了？太让人失望了。抓住杰振国这是好事儿啊，夫人怎么会失望呢？我一直认为杰振国他一定会落在近卫中佐的手里。这近卫太君也有一份功劳吧，是他搞到的情报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天津方面谎报功劳？怎么会呢，这都登了报纸了，你看看。哦，抗日分子杰振国在天津落网。站住！来人，把所有的良民证都收回来。是你啊，这么快就放出来了？是花了不少钱吧？没有，我就翻了一跟头。哦，你这跟头翻的还挺值钱呐。还行。那我走了。谢谢。太君，坐吧。你这样就去关外了？啊啊，是啊，不是怕晚了赶不上满洲国庆吗？嗯，那是个大场子。对了，我那天忘了问了你。你那些戏法是向谁学的？啊，不瞒太君您说啊，我以前就是一个做小买卖的，嗯，但是这世道吧，我都赔了，连路费都没有了，然后我就在保定碰见一个走江湖的，就学了几手。那有什么绝技？可以切磋一下。不，我这都是雕虫小技，跟您没法比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三人行必有我师啊，请多多指教。太君，我这真不行。不是你怎么回事啊？中佐阁下这请教你，这是抬举你知道吧？他对戏法只是喜好，他又不指这吃饭，怎么着？你还怕抢你饭碗不成啊？不，我不是这意思。我那行，我这个戏法比较杂，不知道太君您对什么感兴趣？你就捡你最绝的绝活就可以。嗯，那行，那我就献丑了啊。就变个这钱哈，你看这个。我说你可真够可以的啊，近卫中佐
没治你的罪，反而还发了你良民证，你就用这种雕虫小技糊弄他？不不，我不是，不敢，不敢。我们这个变戏法的师傅都说了，宁舍银子，不卖门子，这是江湖规矩，请见谅。你少来那些用不着的，赶紧的，再来一个。那行吧，那我再来一个，啊。手上没东西啊，这个背面也没有，这个。不好意思，太紧张，这没变好。东主，火车要开了。OK。当心点，别让人打折了腿啊！杜总军，火车马上要开了。喂，有没有看到？坐在这哪个男？那个人，上厕所去了吧？你们两个留守在这里，看到曾经坐在这里变戏法那个男人，马上把他扣押起来。等我从天津回来的时候，再坐这边。嗨，钟总阁下。刚才那个变戏法的有什么问题吗？他的手法太拙劣了。真奇怪，以他这种身手还可以混一碗饭吃。警卫已经怀疑你了，不能坐火车。是他肯定怀疑我了，不过关外的同志还急着等着我呢。我来想办法吧，坐汽车出关，跟我来。行。政委放心，沈龙我亲自安排，已经把他送出关外了。哎，老杰怎么样了？老杰现在还关在宪兵队，不过我们已经托人打点了，禁卫正好又不在。估计一两天吧，就能把他放出来。禁卫这个家伙是不是已经醒过闷来了？已经开始怀疑沈龙同志了。反正听我们在车站的暗哨说，禁卫在临上车之前又赶回了候车大厅，专门打听沈龙的下落。这家伙的嗅觉真是太灵敏了。肖队员。
一点规矩都不懂，进首长的屋子里喊报告呢？都啥时候了，还那么多规矩？大师哥在天津让人给抓了，咋办？啊，这个报纸，白天我在唐山就看了。日本人的话你也相信啊？我又不识字儿，我听他们说的。这么说，大师哥没事儿？你放心，我保他没事儿。那我们回去了。老王，杰振国的消息千万不能向外透露啊。是谁？